电梯超载，请乘坐其他电梯。老头，自觉点出去。你怎么都推老人家呢？是你进来才上钟的，要出去也是你出。你们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出去？知道我是谁，知道我和霍祖的关系。我管你是谁，赶紧给爷爷道歉。这女的是眼睛瞎了吗？连安娜姐都敢怼。看她这样子是来面试的，敢得罪安娜姐肯定过不了。懒得跟你们这种人废话。爷爷您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小姑娘。没事就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宋诗宁。你在霍氏上班？嗨，我是来面试的。哦，我看好你，你一定会通过的啊！见机，就知道。也不知道能不能遇见霍总。霍总怎么可能来面试我们这种小角色？要是能进秘书部就好了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和霍总近距离接触呢。宋诗宁是哪位？啊，我。进来面试。霍总，我们的人没有在机场接到老爷子。老宅呢？也没有。臭小子！爷爷，爷爷，您这身体还没痊愈呢，怎么偷偷回国呀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这都一年了，怎么也不带孙媳妇来见我？你小子是不是根本就没结婚呢？这结婚证不是给你看了？你给我看的那是封面，你当爷爷糊涂了？我不管，我要见孙媳妇儿，见不了孙媳妇儿，我就不活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只要您答应我把身体养好，我想带你见孙媳妇儿。行，我就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。啊，对了，今天你们公司有个叫宋世宁的姑娘来面试，你得把她招进来。爷爷。咱们公司招人看的是实力啊，都到公司面试了，这实力肯定是有的。那个叫宋诗宁的姑娘啊，人美心善，我看好她。行，我把她招进来。走吧，爷爷，我送你回去休息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去。宋诗宁。三位面试官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是你呀，这么巧，完了。你可以滚了。为什么？你还没看我简历呢。不需要看简历，像你这种货色还不配进公司。带着你的简历滚吧。天哪，霍总，你失恋了？你不就是因为我得罪了你，所以故意针对我吗？我就针对你了，怎么了？刚是你欺负老人家，就是你不对。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公司有你这样的面试官，我还不灭？爱面不面？怎么这么眼熟？点击下方观看全集。